好，现场的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台湾流行文化这礼拜吼，安排了两位重要的特别这个特别来宾吼。首先吼，先要甲大家介绍吼，咱台湾的这个流行文化的一个特别的领袖吼，咱是咱几个国家欢迎朱月星老师。好，另外一位首先都为咱。伊个即个大师在有修过一课的人嘛，不亚水嘛，是咱今年的即个教学优良奖的得主，那个卢碧欣老师。教学优良奖。嘿，我教学姐出来啊，你是教学优良。我是教学姐妹花呢。好，真欢迎今仔日也当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哈。那因为在场可能有国外的同学，所以老师在布刚法布也准备跟华语跟台语会交错使用哈。那我们其实同学们应该都耳熟能详的嘛。老师在开台湾流行音乐，或者是上周讲台湾流行音乐的时候，都不断的提到猪头皮老师朱月星老师的作品哈。那他今天可以本人来到现场，其实是因为我今年是2023年哦。他是这个杨奎的妈妈出嫁的这个水晶唱片，在199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个教学的音乐会，为台湾的文学发声的音乐会上杨奎致敬。所以别记得伊甲回来对这个收尾的 block 吼，其实都是伊这个我们说杨奎的文学副歌。所以咱今仔日的这个讲座其实是30年后我们校园的第一站哦，这个杨奎和妈妈30周年校园的第一站，咱在书斋就引进诶，当做这个第一棒吼，第一炮这样子吼。那当然哦，今天除了在1993年的音乐会现场吼，那个时候比现在看起来更胶原蛋白。但是我感觉朱老师三十年后，我漂皮，我用到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终于来，我们结婚下去了，耶！我们等一下会看到30年前的朱老师啦，哈，然后他那个时候站在舞台上的这个英姿飒爽的样子，哈，意气风发，然后现在看起来是充满智慧跟性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赶快的这个朱斌，男性的朱斌，安尼哈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林伟清老师，其实是他在台湾文学界大家都知道，出版了很多台语小说选集，然后在台语文学的领域有很多很多的耕耘跟成果哈。那你们也请到林伟清老师来，也许不记得咱台湾国哈，对的，是咱讲杨奎他在台湾文学的很重要的地位，来跟我们的朱老师做一个音乐跟文学的跨界对谈。好，阿姨，我今日的这个新婚礼是车长小姐吼，都话说是跟这个车长小姐固定。啊，我今嘛都把时间交予两位老师，但是第一个对咱进行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30周年音乐会的片段吼。来，今嘛的接话下去喽，耶！今天好嗨哦。卖古和美青老师，哪一个？主要你负责文。没，好，卖古和美青老师。美琴老师会甲咱介绍讲这什么人唱什么歌，把咱放下来。我甲我讲先。哎，恁在无雷过？好，放下。好，咱今麦来放一个哦。好，开始介绍哦。先来对头。荣耀李富的文学，宣扬李富的文学气势。那有些啊，阿哥我等下要卡皮的。别卡皮，卡皮。台湾作为永和市中央的高雄老师，至少免于经济的同年，至少免于歧视的。我六方无胜啊！至少免于困难的中国。而且你前面吸，是杨建仁的声音。我下一下啊！哎，无胜打完后，对，脸孔啊，两方更体面。好，过来。两方更体面，是吴胜老师，好声，吴志玲，9月同步去。来送你的是这个杨建，就是优贵杨奎好声杨建哦，加一点菜单。你看你们为了对吴声老师阿哥来吴志明，我为了我加38了啊，所以请这个冰清老师来介绍。好，来。这首歌叫做《白发阿伯》，这是写给这个优惠的太太叶导的歌。啊，因为优惠出嫁了后，
一开始讲，伊最后的生活主要是靠这个东海花园去种花生活，但是其实都是无咧种花玫瑰，就是写作尔，所以是靠妻子无啦。无就是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后壁，对啦，成功的查甫人后面呢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，这是是咱的叶德路。好，我请问萧福德，好的。啊，这妈妈说讲了。这首歌你要看变淡薄，这首歌叫《妈妈出嫁》，这是由几个很重要的一篇小说，啊，这是日本的小说所改编啊。这首歌的迄、那个词内底其实就水的吼，伊无伊完全把这个小说的内容放伫内底，而且嘛有用咱台湾的迄个民谣会当美，这个日本还没有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玫瑰》，因为咱我真正受恁的考试咧。好，这首歌叫迄个《玫瑰》啊，因为咱知影杨逵的小说吼，第一次收入这个教科书就是《鸭不点的玫瑰》，啊，其实本来叫做春光关不住，但是这个。刚好无感觉，春光关不住，伤危险啦，无啦，伤过妨害风俗，所以就改改做鸭不扁的玫瑰，嘿，啊，所以就玫瑰甲这个鸭不扁的玫瑰，好，下一首，同款，对，就是鸭不扁的玫瑰啦，啊，因为玫瑰就是这个迄、那个小说内底的主要的精神嘛，吼，无法度，伊的意气无法度给人对比。这个是林心的老师一生是欧尼亚多久？有这1993，1993，79对，林心的老师，阿姨，你讲你讲嘛？好了，下一首来不及了。好，春光关未掉，嘿，春光关未掉，应该嘛是这个要不变的。啊，要不就是要不变。对对，开始就是魔方，但是呢，有很多人讲哈，春光关不住的原来的题名啦。啊，这是黄静阳老师，伊是咱台湾的最重要的翻译家，伊是朱信老师的台大大戏系的同学，伊个时阵三十当今的这回出这条歌。啊，你们伊人无连的，你讲我是用连线。我拢是讲是英语的，好啦。好，黄静宇，黄静宇这家伙。黄静宇的，伊是静宇台湾系毕业的学生吼，其实迄个时阵伊嘛含我到来做伙一阵唱歌，啊，伊个含拢在有拢在有当青年。做一张专辑吼，啊，即个朱老师邀请伊来甲杨贵嘛写一条歌，叫什么歌？春耕。春耕呐，就是伊春耕乖袂调迄个好，下一个。这首歌叫做《叫花开的时》，叫花开的时，不是小说叫《叫花开的时》，是改编做杨贵的小说，叫做《水牛》。水牛这个小说，足感动人的小说。啊，陈明章老师甲介绍这一首歌叫做《叫花开的时》，啊，内底本来有李坤城先生的这个口白，就沉重啊，让人感动的口白。咧写一个查某囡仔叫做阿玉，就细汉就因为爸爸饲牛，吼啊，欠爱卖牛，啊，搁爱卖牛无够，啊，搁爱卖伊，做人的细姨。啊，伊要卖去迄个做人细姨，这个小说就是新闻配角夫，啊，其实就是上部有这条歌有十分之几部，啊，伊的内底的歌，对，伊的歌，的旋律有改变做，改变迄个音量的向前行。诶，三十八岁的代志，今年好个，今年改版个，等下再说明者。啊，对，今年。This is part two. 阿边一开始是三十年前的话，对，大概注意一下啊。阿边那个挂那个欧金八件，那个是500哦。阿即个搞完公园班人马出现的，五百并没出现诶。装不住诶。阿中即马秀花这个少年呢是优贵诶，刚刚。你这是郭富城啊？你这是郭朱元信老师。好 part three， 小王点。小
会的老师高志春姐老师，教会的老师李军凤明代有出关询问，被转去叫做华西街的一位，因为那时阵生源的夫妻的运动。Part four。变成一个新动机的话，张家祥在哪？张家祥现在都来啊。好，过来。少年的东西这是嘛是三十年前迄个专辑内底的迄个歌吼，啊，这应该是四条的配角对无？街头剧。街头剧是因为伊有写小说啊，毛写戏剧，啊，迄个是做街头剧的一个背景的配角安尼，少年的东西。本来是好来为电影做春夏主题曲啦，因为规个写这台语的歌词。是是。这是方连武，迄个时阵因为坐驾的时阵吼，伊是有采伊嘛有台语的书写吼，啊，所以伊的戏剧内底嘛有迄个汉语的书写，啊，伊嘛采取做一个像客家的民谣，原住民的民谣。所以我特别的作品来的啊，这是愚公移山哦，这嘛是伊做的一条歌，应该是为伊做的家己自创曲的。一开始是叫做《山的臭皮匠》这歌词啦，伊创作的第一首曲。好，好的序调。所以这就是啊，拄啊咱讲的这个王信云同学，伊把这个愚公移山重新啊改编变做一个。贵阳先写一个歌词，写一个歌词啊，是啊，改天啊，这是歌可以。好，安定，终于安定，松一口气嘛。对，这是朱元庆老师安排的，就是刚唱过的这个。我先回到的龙翔，那也算小猪肝，就是小猪肝是1946啊，张秋东说，东说吼，天府东秀啊，因为吼。修修刚这个歌是公共版权啊，公共版权、公共版权就是讲你固在你唱拢不要紧吼，就是作者呐做先消费过后当的公共版权啦吼。第一是公共版权，第二是我来算是条歌，大家拢会晓唱的啊，但是有杨贵的精神。对你听修修刚这个歌，你会感觉作成是杨贵写，因为内底是咧写艰苦人的代志，咧捡歹蛋东西啊，所以这歌作成是杨贵写，或者是讲。因为那是唱卡拉 OK 吼，你可能买选小酒家去唱吼，我咧想法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我一开始先甲大家说明，就是这个可能这个曾老师跟李老师吼，较早拢听过1993的这个 CD 啦吼，听过。啊，今年有哪嘿？感谢有哪甲咱播甲讲的，阮音乐会并无伊甲听吼。啊，通常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刚刚迄个李老师讲的中的是讲，本来迄个宋鲍夫吼，宋鲍夫的 Part Two 吼，本来是安尼啦。啊，船啊，渐渐的去行。原来这个歌词写好的时就是李坤祥吼，伊原来就是咧吹牛吐向前行迄阵啦吼。啊，所以阵我就甲真言社是刘强的公司甲伊得到这个印准吼，所以开始under the courtesy of 真言社安尼吼。啊，我今年若阁要用吼，爱去处理版权一摆啦吼。
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老师要先讲科普一下，用真行是？用真行哦，就是连世代差距有点大。我想用哪边？哦，什么都不惊。哦，那个是用真行，卡拉 OK 有嘛吼？哎，用真行是一九九空出版最红的嘛吼？哎，阵本来是朋友，我说阮跳港买。模仿向前行，伊个歌词本来就写船啊渐渐咧起行吼，啊，啥物拢唔惊吼，安那吼，伊向前行，所以伊个歌词本来就是有超工啊，出一个向前行的时代路去写，啊，所以阮作曲就类似向前行，啊，所以你要唱歌，你得去处理版权嘛，所以阮就甲正言社就是林强的唱片公司处理同意。三十年过了，阮若搁要唱吼，嘛是爱去处理一摆同意，阮就懒得处理了，对个。所以定下，定下哦，定下另外一个版本的那个美乐蒂哦。船啊渐渐要起行，下，下到尾啊，才感觉哎，这歌来作成迄个。恋曲。月亮光光挂天顶上，我伫遐大，这是。因为吼、哦，原来上报府的作者吼、哦，李坤城吼，伊伫二月的时阵呐，吼，就是几个月前吼，伊迄个大灯岛啊，先去做生就对啦吼。哎，从我伊也看，啊去看，因为足久的朋友嘛，三十几单的朋友嘛，甲鼓励讲，坤城，阮九月吼，九月十日要办这个歌妈妈三十年吼，你爱来呢？迄个歌内底有口碑呢，这除了你，我无人会晓念啦。就讲叫伊吼，爱好起来，紧来。进来念这个口碑啦吼，啊，就先去做先吼，先去做先，先去推广吼，为着咱宽广个时间较好，甲咱先传一个所在个地啦。啊，我想讲，因为迄阵昆城，即个过往了后，有真侪电台也是报纸，也是电视顶边真侪人咧怀念嘛。迄阵定定拢会点新华宝贝这个歌嘛，好无？让我伫遐带你是我的掌上明珠抱咧轻轻看哦。我即马咧做即个电信咧做即个送报物拍图的时阵哦，嘛毋是超工讲要取表图啊，新华宝贝都做咧做咧做咧，做到差不多做完咧，想啊想讲，佮看到面册面顶人咧写，人佮咧点播即个新华宝贝，我向来都惊一跳啦。到遮拄好，可能是昨开城来梦中哦，啊，甲我耳根痒痒话。你即摆吼要先做一条花点钓，我甲你讲，你爱用迄个什么时代，可能伫我耳根边嗡嗡嗡嗡嗡，我怎听你？啊，自然而然怎召集出来？所以，即厝边一个卡号就是变作讲啊，上个月拍土，所变作有滴蛮取标土啊，李文祥上届拿的迄个新华宝贝吼，算一个卡号吧。啊，可能即、這个。冥冥之中有这个神动内底心神吼，走出来做啥物魔法，唔知影吼，这是一个区别所在。啊 ，Part Three 吼，本来 Part Three 伫这个1990迄时吼，因为这个罗妈妈出嫁吼，1993就开始，阮伫台台内底九月十六办之前吼，伫九二的时候，伫这个啊新品世贸店啊，即摆世贸店已经卖。迄时是有一个朋友叫做邱鸿祥吼，邱鸿祥先生吼，伊办即个杨奎综艺和文学展，啊，接阮去办音乐会。啊，李坤祥写《送到府拍馆》Part 2 Part 3吼，写到热热腾啦吼。啊，迄时我伫1993的时阵吼 ，Part 3吼，一开始吼，本来是叫小学店，咱头看小学店吼，伊是回到上届早时阵迄个形状。不然就是夜巡小号，就是做这啦。头早三点就起床，带个穿咧就出门。这个歌的面拢伫较时代有关，还是小号就第一个专辑内底，花西街聚会会内底的歌舞的心声。头家啊，头家。我一个月才赚你无济，为什么吼？咱也有听过小调，大部的心声也是安尼。啊，迄阵李坤城写这个《送报府》，《送报府》Part 3嘛是挑工用小调原来迄个大部的心声的词的规格去写，所以就叫小调直接做。啊，我1993九月十日要开始做音乐会的时候，我就发觉讲，我若准备用这个曲子去甲飞碟唱片，你知影小调的飞碟唱片。
啊，小我就建议我另外写，因为伊搁啊去飞碟上面去处理迄版权，你感觉真麻烦吼。啊，另外写，我就另外写一个时代舞吼，变作安尼。透早三点就起床，哎呦喂呀！所以老听过1993迄个 CD 内底，上部舞 Part Three 是安尼，哦。哎，起码我搁在重新要做，啊，小我第二就感觉讲，伊会当回到啊版本有处理，无应该有处理啦。就是伊搁重新咱听到即卖二孔二三的版本吼，就搁回到这個。透早三点就起床，我的穿的就出门，这就是回到伊原来的，而1992的年底头一摆做上部舞 Part Three。那个时代路，哦，回到遐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另外本来放伫 Part Three 的时代路，提来做额头，亲像太阳花，安尼敢听有？我想做，耶！伊遐嘛是用太阳花，是林良哲一个重新写，伊变黑哦，上波舞啦，吹口就上波舞，上波抓哦，上波舞就对啦哦。爱是安尼啦，额头亲像太阳花，哎呦喂呀！所以吼，既然阮甲这个向前行，伊嘛无爱用啊，这个用我处理重新写。啊，一个平民之中吼，都含离婚成多点么结的吼。啊，迄个消防队，诶，迄个拍水第三拍。都回到伊伫1992年底咧做，所以我就甲原来第三趴摕来做，等于是第五趴伊啊吼，取票图上过有啦吼。即个中间的处理是遮啦，哎，咱若当然听过1993全部拢听过，佮听过2023的时，可能会发现即个处理的所在啦吼。这是有可能一寡像这两个无聊人问的啦。我阿朱老师，啊你迄阵向前行咧？哦哦，这个老人的问的吼，少年的问啊，不听规矩就啥问嘛吼。啊，另外就是有几张图啦吼，来我看一下，这个面顶有几张图，看袂到咱就加迄个。那咱在看图之前，敢会使静起来邀请咱的语坛人？语坛人，你要坐起来。来拍拖去。优良教师奖对不对？你较自测好啦，诶，毋是即种先看到，一定先看即边即张个83。好 ，OK。咱今仔日个即个讲座题目叫做啥？诶，阿丹，你回答我们变成歌。是哦，好。我们一点人啊，对吗？本来就咱一开始有讨论嘛，讨论讲咱个讲座要好一个题目嘛。啊，一开始米青老师是建议什么？那差不多我是大概搬错，但是你优良教师奖你都袂记啊？我一钟老师一开始建议什么？你有问嘛？你有问我讲下要用什么题目嘛？对，那差不多准备。反正一开始不是这个题目啊。对，譬如讲，咱一开始是把台湾文学变作歌。哦，比如讲。啊，迄落这是到老的招唱队的发文嘛，对不？你发的嘛？我的团队，你遐人发的嘛？伊中哦，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、第四组，即两三四，因讲这是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，台湾两个字用批改符号插入，很强调哦。啊，另外一张图，我唔知道右边还是左边。有，唔是这张，等，另外一张。哦，这张这是下卡是鹅妈妈出嫁三十年前1993的时候 CD 封面啦。哎，里面点一条字哦，我们把文学变成歌啊，但是比较是差无几哦，台湾那个书写哦，很强调啊。我的吼，即个我即个唱片找小心养设计啦，就拿给格莱美那个家伙嘛。啊，我著招肖先生去找刘开，因即个唱片30年前是刘开设计，刘开是30年前的大师啦吼，什么云门舞集啦、少年的安啦、悲情城市都是刘开设计。啊，刘开设计是用水晶唱片的物件，我著要找刘开设计，但刘开讲伊已经十几年无咧做设计啦，伊无爱设计。
啊，要找阮着只好找小生啊，设计五不比三种啊吼。啊，着怎啊招小生啊去找刘凯，刘凯倒来宜兰啦。啊，伊当拄啊含迄个《Verse》杂志吼，有一寡访问开始要进行啊，所以《Verse》杂志的总编张铁志啊，招因两个编辑啊，做位去找刘凯吼，哎。啊，迄时张铁志着甲刘凯问啊，啊，讲恁即个我们把台湾这两个是就插入记号哦，啊，调换。您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啦？你问刘海设计的理念是啥物啊？刘海他妈上几波？我有啦，我有，我甲刘海讲，我咧讲，三十年前吼，咱即马咧设计白板上电脑白嘛，对无？三十年前唔是呢，是照相打字，你爱加落来打字。啊，你若矫正吼，有字唔对吼，全部去重来呢。所以我有啦。伊即马我们把文学变成歌，讲加好打字嘛，对无？啊，你教导是发觉字幕不强啦，啊，只好怎接中国，安尼较生工啦吼。我以后我甲刘凯问讲，是不是？迄个时阵教导时阵，咱两字袂记，所以怎啊用安尼？刘凯想，诶，敢若是安尼款的吼。但是对于张铁志来讲，伊就感觉讲，你这种强调，你把这个台湾强调出来，是有啥物设计上还是气味上的用意啦？啊，对我来讲，这样做就是恁迄、那个赖的迄个专辑。来来，下一个图，另外一张。我来插一下话。然后吼，来。这就是。他拄仔迄张吼，他拄仔迄张，我想要甲大家小可补充一下。我感觉设计者有可能是袂记哩，还是讲老哩，但是大家可能唔知影，1993年的时候，咱嘛拢无台湾文学系所，嘛也无台湾文学的这个专业的科目啵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咱讲的台湾文学其实拢是乡土文学，个迄名称咱，迄个台湾文学的名称其实也袂起来，所以有一点仔无意识啦。若像我看起来，我感觉一个无意识的感觉，大家拢感觉迄是台湾文学，毋过，要甲一个标题放台湾文学这个代志，若像我伫迄个时阵，也无遐尼感觉讲，有足需要，所以，啊，毋过。当拄好台湾的疫情拄好行起来的时阵，所以嘛拄好阿未出版之前就想着，阿未甲台湾坑落，安尼，感谢你。这，我伊个是根本迄阵，因为迄个水晶唱片的艺术总监是何颖仪啊，何颖仪快点就找嘛。啊，你客户的时阵是我落去啊，伊老去，我袂记啊。但是你尾仔咧教导时，其实应该是台湾文学啦。啊，因为白板的关系，这个重新去用过是真麻烦，规装也无批改机吼，我甲查伊啦吼，这是安尼啦，因为这个恁这个奈何的迄个道老人所写的物件，就是迄个看人的感受啦。啊，实际原因吼是安尼啦。啊，但是恁另外一个就是恁另外一个图吼，来，迄个变来讲，因道老的第一张吼，奈何的这个图，好一张。我小补充一下。到了的内底主持就是咱杜立清老师，安尼咱同学可能会较了解讲为啥物咱即摆咧讨论到啦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因在何对嘛，一张图哩这嘛，迄是歌词本面顶吼，台湾啥物？对，偌好应该是台湾新闻较几乎，但是阮迄个新印的时阵，第一版吼新无去啊啦，嘿，所以变做台湾文较几乎。过啊，阮可能疏忽对不对？疏忽嘛。对对对，好啦，疏忽。啊，袂晓处理用手写。阮吼对，就是发行了叫大家用手写咧。我咧较愈厉害。对，啊，阮就较介怪啊，所以阮的发行量是比妈妈书架搁较侪啦。但这个真趣味吼，我搁另外一个图，我拢做几张图。我即马看这张啊，这张是这是阿德啦，阿德伊个卡布吼。啊，这个是因有一张水晶唱片，有妈妈出价的水晶唱片出的嘛？啊，水晶唱片已经多点嘛吼。啊，这是迄张因出的这个，可能是水晶通讯用影印的啦，哦，影印。啊，迄个时水晶唱片有一个 slogan 啊，叫做“熟妹之外还有水晶”啦，吼。我今仔日向大家讨论这个 title， 比如讲，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，啊，是台湾文学把我们变成歌。啊是，我们把杨奎变成歌，也是杨奎把我们变成歌。咱即马看你的态度是杨奎把我们变成歌对不？对。这有经过几啊十档的讨论啊，这是1999年代水晶唱片的 slogan 哦。
我甲即马还阁记了足清的，就是即个时候出来了后，因为我已经一直伫唱片界开始做唱片嘛。即、這个时候看唱片界了，苏妹是吧？还有水晶的，或是了不起一个自我肯定啊，比拟市场的一个时候对不？我有一个，我是台企科学家啦吼，后尾又读研究所，台企科还有一个学长吼，即马是咧做专业的电影评论吼，叫做蛋糖墨吼，蛋糖墨，蛋糖墨其实就是带我进入音乐世界、甲电影世界的真重要的人啊。伊听说一个音乐爱用个电话听，甚至有人在咧送我。啊，伫我这个时代，1985、86、87、88、89前后吼。信义路三号是叫做太阳系 LED 出租店，哦，这咱，哎，你上少年，你肯定嘛唔知啊，你上少年肯定嘛唔知，我知 LED 吼，底下 LED 你肯定嘛捌听过吼 ，Laser Disc 镭射影碟，一地遐大地，敢那唱片的吼，啊，但是也是镭射影碟咧看影片的，迄个群组一个好呀，买足侪这个 LED 来，内底有真侪艺术电影，不然是啊变现看袂到吼。路边看嘛拢无个物件，但阿莫带我去太阳系，一张一张甲介绍，楚服、高达、台北、法国新浪潮、日本新浪潮，所以但阿莫对我来讲是足重要个艺术素的老师啦。诶、欸，你种大嘞？好，但阿莫知影水机唱片有这个 slogan 了，高峰一句话。我甲即马都记住了，铭记在心，就是咱人生啊，每一步吼，拢啊真细致。吼，咱要成就咱的艺术成就，但是咱嘛爱注意讲，人是活在这个世上，含大家做伙吼。但他莫甲我讲啥，但他不要讲大意讲，你那个水晶恶心死了，什么熟内之外还有水晶，那除了你们水晶做的都是音乐，其他做都不是音乐啊。也许但他莫甲我讲这话啊。我本来感觉熟美之后还有水晶很屌嘛，了不起嘛！啊，但阿莫对我来讲是一个艺术老艺术史的老师，伊是带我进入明白世界，甲电影世界，伊就不屑讲熟美之后还有水晶，真的了不起哦！只有你们水晶做才是音乐，其他做都不是音乐哦。啊，都回来耶，有迄个两腿的妈妈一秒多哦，好，进入，然后再回来。今天哈，这个 CD 的封面也小明登记主要是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嘛，对吧？啊，第二巡我找萧敬腾去找刘凯的时阵哈，因为这是最近唱片公司的落的 slogan 嘛，哦，落的 slogan 啦。第二巡我就现场甲刘凯、甲萧敬腾、甲张铁志讲，咱今个人要做，这算 subtitle 嘛，要做这个slogan 哦，咱该当然该做。台湾文学把我们变成歌了，啊，你这有啥好讲？请那个米青老师来说明一下。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，罕见的台湾文学把我们变成歌，有啥好讲？我你解释这个，迄、那个我有。你也理解，你也理解。我有几分钟的时间过来。好，多谢朱老师吼，他对我真哩精彩，伊已经做浓缩甲伊所做过即个妈妈出嫁的专辑吼，啊，佮伊30年后为着要复刻即个妈妈出嫁专辑的，伊佮真正是一个人吼，甲迄个演唱会啊，甲大家苦苦做伙去推荐，会甲伊办出吼，所以讲对我来讲，我今仔虽然是来舞台吼，佮是来致敬的啦吼。啊，他对啊，主要是问咱讲，到底是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，还是台湾文学把我们变成歌？哈，我想这是两层无共款的意义。第一是，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，是咱读条文本嘛，哈。朱老师迄个时阵，行街头的时阵，野百合运动的时阵，吼，伫街头咧静坐的时阵，有人提予伊一个五花果，对不？林良哲啊。林良哲，哈，提予伊。五花果这个小说，吼、哦，啊，绘画，啊，之后因就做出台湾诶，台湾文坛的第一个条歌的改编歌，就是五花果。啊，迄个时阵收伫版图的专辑，哎，拄啊，迄个时阵嘛是台湾文坛，也是讲台湾意识的高高，咱都有讲伊啊，迄个时阵，好，开始有五花果，啊，之后因搁伫街头，吼、哦，常常咧烧灯。所以内底有足侪先摆开始咧学即个台湾文学，所以因遮少年人
就读到杨贵的作品。啊，杨贵是啥物人？就是杨贵吼。杨贵是日本时代，伫迄个时阵，要足少有通啊讲啊，活到战后，而且战后阁互人注意到，一开始战前的作家都无互人注意到。好啊，真无简单互人注意到杨贵。啊，咱就知影讲啊，离普罗迄落。日本时代有普罗文学界的传统吼，有一个写作的迄个文明，就是用文学来写实，然后对帝国的日本控制的这个啊，杨贵就是一个代表的作家。好啊，我们把台湾文学变成歌，听起来是朱有贤老师因迄个时阵一群少年人读到杨贵的文本吼，啊，足感动的啊，所以感觉讲哎，啊，无咱来。伊迄个时阵，大家读到杨贵，一定毛读到钟理和嘛，钟理和，啊毛读到大和，啊因诶想讲，啊无咱收一个作家啦，因为迄个时阵出土诶作品内底，应该是。那个文学发生系列一，那、啊、就没有了。对，嘿，好，啊要开始讲吼，迄个时阵，诶，即个少年人嘛是就活力诶吼，应该杨贵诶最重要诶作品吼，先甲变做歌，但是咱即卖把收，伊迄个时。伊啦吼，文学发生，因第二个要做啥？大和，因为大和是台湾新闻较知名嘛吼，啊，再来要做中里和。有哪里有写？对，嘿。比如说奈何、中里和，你知道现在龙英中路完全就是有回归来。所以因迄个时阵是有计划，迄个大学生俩、研究生俩吼，就少年的，啊咧行街头拢无咧上课的款啦吼。对，就是。迄、那个伊个热情拢放伫个，因为足喜欢嘛，所以热情甲放伫文学个改编。啊，所以咱头仔伫讲，迄、那个咱甲台湾文学变作歌，迄变作歌个意思是，咱甲台湾文学，因为受着伊个感动，受着伊个精神感召，所以咱甲变作歌，希望迄个精神会使予后一代人，也是讲共辈人，因为咱个历史有长传。这是头前迄个意义，但是朱老师我感觉最厉害，但我去想一个角度，就是台湾文学给咱变作歌，是台湾文学给咱变作歌。我就认同这句话，是台湾文学给咱变作歌。迄个时阵，朱老师因若是读到西方的文学，伊可能袂改改做改做音乐，伊就帮唱尔，对迄个潮流。啊伫遐听西洋音乐安尼尔吼，也是讲同款，就是做校园民歌系列的延续安尼，但是因为咱的古早的前辈所写的物件是土地的声音，是有语言的声音，是有咱的母语的声音，所以内底就一个歌是台语的，啊，而且要还原迄个时代台湾人在受苦、受难、抗争的声音。好，这是我想是迄个甲台湾文学的意志有甲伊衔接起来，然后。你其实是想要把自己化身做台湾文学，啊，迄台湾文学把咱变作歌，把咱变作唱歌的人，唱给共世代的人听，唱给后世代的人听。过我一分钟啦吼，我想朱老师佫有代志要讲。小狗狗讲。对啊，等一下，因为他拄啊吴玉锦同我客气，所以我等下嘛要客气一下吼。对，第二点就是讲，伊他拄啊咪讲迄个。迄、那个系列一尔吼，啊第二，迄、那个要做偌好，啊要做中立好，啊拢无做出来，等太久了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请讲一下。因为唱片公司的道理啊。对啊，啊道理无法度吼。啊，但是延续咱台拄啊台湾文学，甲咱变做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意义啦吼。因为朱老师因的唱片是1993年。伫即个台台表演了，直接收音，放伫伊个 CD 内底。1993年，啊，后来最近倒去，啊，老师嘛已经变作金曲歌王啊，2000年的金曲奖的歌王，所以夭寿无用，根本无法度插台湾文学。不过你毛，不过严重的指控。哦，无啦，嘿，对，无啦，嘿，人就是歌王。我。哎、欸，马小伟并最金钟奖那个生活风格节目类的最佳主持人，去跟潘花姐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嘿，啊，因为无闲嘛吼，所以嘛无阁继续总集来做偌好啊。但是啊，真正是台湾文学甲咱变做歌，因为咱台湾讲1990年代时，台湾文学系所其实要回乡做一个学术的学问，还没有被体制化。台师大台湾首钢琴陶杰，台大，真理大学，1997年真理大学，他成立的第一个台湾文学系。
啊，第二就是这个成大还有台湾文学系，2000年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再来考清大，我是迄个时读清大，我读清大在二年级的，其实应该是讲，迄个时阵虽然朱老师伊无做，无阁继续做有诶偌好诶唱片，不过伊这个专辑呀，是足厉害，我是当时听到这个专辑。阮迄个偌好基金会吼，奈何文教基金会，伊逐当伫迄个台湾文学还在努力体制化的过程当中，伊逐当拢有办迄个台湾文学营队。阮伫野队听到这水贝起来，我甲你讲，这就是真正迄个是2000年的水贝的 CD， 迄个时阵真正听到即嘛，所以阮迄是好写的，对不起。阮才话讲，阮是听即张杨妈妈大汉的，迄真正毋是黑白讲的。迄个时阵，伊阿对个准备就是听到即嘛，所以伊头仔安尼形容个，我可是先都讲会出来。我就是听即张大汉，真正是安尼吼。啊，教师课本真。无啦，啊，迄个时阵听，你若听20档啊，无听到即嘛20档，阮迄个时阵差不多听5档，我考调清代，啊，拄着一阵好朋友，啊嘛拄啊好即、這个2005年啦吼，阮迄奈何基金会有办迄奈何奖颁奖典礼。啊，阮已经有几条歌，其实真正是偌，迄落台湾文学甲咱变作歌啊，吼，甲台湾文学，咱有受着台湾文学的感动，所以讲，咱想要家己写这歌，因为即摆你看，伫遮的人，逐个人，敢会逐天在读小说买嘛，逐天会伫遐读诗买嘛，对，啊，搁日本时代的诗夭寿歹读，诶，小说夭寿歹读，所以无人要读，所以咱就家己变作歌，啊，变作歌了，阮2005年。出版第二，就是奈何的专辑，他都啊给大家看到迄、那个奈何的专辑，所以确实是台湾文学甲咱变作歌。台湾文学因为伊，你若要讲即马可能较欢乐了吼，不过伫优美的时代，伫偌好的时代，伊有一个反抗的传统，反抗的精神。啊，尤其大概90年代可能拢要搁离上个世纪弥留的状态对无？啊，未出世嘛吼。高考年代台湾嘛是民主化的时代，所以讲伫高考年代进行的台湾文学，其实有足侪意志是伫抗争的，啊伫反映社会的一挂现实。所以讲，咱尤其朱老师徛伫头前，甲咱引出用歌声引出咱入捌台湾文学，其实咱是接续落的。啊，咱知影讲偌好料，阮做偌好料，其实这2005年啦吼。2005年奈何的第一张专辑，我明年要出第二张专辑。啊，朱老师伊嘛要明年搁要定出杨奎的妈妈专辑。拼啦，嘿对。啊，大家可能嘛除了杨奎甲偌好以外，其实大家知影的就是他拄啊就吴胜老师两栖嘛吼，伊的后生吴志玲都嘛有甲做吴老师的诗歌专辑。这嘛是算是台湾文学音乐专辑，啊，够这个美容客家的林生祥吼，伊毛这中立，所以你迄个时阵诶，四方已经有差不多做出来啊，有几偌好中立和拢有做出来啊，嘿，啊，其实台湾还够有足侪作家，就是其他大家会使做回来做安尼，我刚才讲一下，感谢来拍花者，所以嘛，迄个咱海龟的开头是杨奎把我们变成歌对吧？一开始呢，可能是讲我们把杨奎唱成歌吼，比如讲安尼，但是慢慢的一种感觉，感觉讲应该是，所以啊，有真侪，即卖嘛有一挂咧做迄个杨奎的研究，还是讲做台湾文化的研究吼，有啦，即个问啦，除了问外嘛，可能问水晶唱片的头家任嘉达也讲，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一开始先做杨奎啊？我就讲啊吼。满山平，哇！因为哇，安那拄安那，其实嘛是都拄好有一个人叫胡鸿雄，伊有在办杨奎展，那就叫我来用，我就做来体验啦吼。但是这30档来慢慢的愈来愈有感觉，讲什么叫做我们找杨奎？为什么不是杨奎找我们？哦，迄个感觉就是讲，伫什么种，我头拄有分享讲，我咧做这個、送货乌帕兔，因为无爱再用向天讲电话咨询。就会连转慢慢他们离开声，这个情况不会的，算数点么行？一直感觉哦，阿爸不是讲调侃，别搞资金来想着主任的，我老家在这冥冥之中调，弥留之中。啊，这嘛含我慢慢的体会，我甲大家分享一个阮教会人士的讲法啦，吼，信基督教的人吼，
我们说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了、啊、标准答案是不是你要信耶稣，是耶稣看你可怜哦，我何不你来给他信啊？哦，这是标准答案哦。任何教派都是这样讲，你讲唔是你要去信耶稣，是耶稣算你，温存你来个信哦，这是迄个宗教上的。啊，即下咱咧即卖咧看台湾文学，啊，是咱咧看社会运动，啊，是咧看各种艺术哦。你若照热爱莎士比亚，可能伫你的梦中啊，是啥物历史中间，你的血中间，用用安那莎士比亚含咧建立起来，唔是讲你特别去酸莎士比亚来看，是莎士比亚看你可怜，讲来，高音啊，我甲你讲，迄、那个哈姆雷特吼，对袂？我个体会是安尼，所以慢慢即感觉讲是牛鬼啊，甲阮吼变作歌，我真做牛鬼的工具来传达伊的思想，我感觉有一种感觉出来啊吼。好。啊，即马来玩一个游戏啦，吼！吓坏了吼！那个庄老师吼，来，你即马卖果，庄老师姐，我叫卖果，但是你也来吃，你来吃，那个庄老师一开始，有跟我讲吼。伊希望讲，咱一开始先甲即个吴胜老师所念的物件完整放一遍了，帮咱大家进入即个音乐会的即个情绪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庄老师跟李老师拢去看音乐会嘛，啊，恁这里现场是一开始啊，吴胜你出来弹片啊吼，啊，弹三十秒了，吴胜老师听出来拍我，吼，啊，就开始唱嘛吼，啊，恁要玩什么游戏呢？吼？吴胜老师他给这些华丽啦，1949混乱的时局，你父亲挺身的书，呼吁和平哦。我要玩一个游戏是庄老师很牛改换这代理啊，他出来了呢。这应该是必须来做的。我帮你办到啦，必须来换升白条嘛，是嘛？是嘛？那个吴胜老师。我没有哎。哦，啊，那个吴胜老师行出来哦，啊，你读四句就好了，啊，才做代理哦。好来，已经四点钟，混乱的时局，你的阿妈不是历史，可有可怜，看海但才需要进口，开票，飞机声来回零零。我厉害的，我听过，要家己娱乐，可以伫个一个互社会放袂记的所在，然后伊个兄弟姊妹啊，叫伊去说，阿妈妈吞落，哭落来之中。泡泡泡泡啊！这水很好，就喷火了耶！都以前来我那个老师，我太处理，我太处理。吴胜老师是用花语吼读啦吼，啊，伊嘛咧想讲，伊定定要改这个诗，或者代字，伊咧想啦。啊，迄阵阮伫差不多要办音乐会前三礼拜，拄到吴胜老师，因为吴胜老师去年有一个纪录片吼，他还年轻有上片嘛吼。啊，顶一站就是 DVD 蓝光发行啦，还有等浙江啊，拄着啊，吴胜老师同我讲，哎，哇，下一条西河杨建哦，台湾人听到，我就欢喜讲，啊，你爱，啊，你爱跟你囝哦，跟两个写这歌啊，啊，吴胜老师就讲，哎，这个做老爸哦，要叫囝，迄个吼，歹势，伊讲伊也歹势啊。我讲恁囝，你无你叫恁囝做啥？恁囝来做啥？我讲无，伊讲爱你讲的，是我爱你讲。嗯，我讲得好啊，你无咧听我的话，可能无咧听你话，所以我就打电话吴志玲，志玲啊，恁爸哦，叫你爱去恁家，我写写的共襄盛举30周年呢。哦，啊无你若去过30年哦，啊所以吴志玲伫足短的时间哦，甲这个歌，我讲。伊讲，朱老师啊，要怎写？要什么风格？我恁免话听，你吴志玲写拢好听哦。
所以伫匆匆忙忙，啊嘛真卡毛，啊所以伫迄个现场嘛是我头一摆听到这条歌，啊恁听了有啥物感受？朱老师，我来当唱一歌来，好不好？因为这首歌是写吼自阳健吼，吴善老师的作品。我先甲大家人小谈一个，现场应该做有做爸爸妈妈经验的人，应该是无真多吼。但是你爱想想，就是有规在迄个时阵，伊是要为着找出台湾的家己，伊不是干那要找家己，是要找台湾的家己。伊要发出台湾人的声音，所以在迄个时代，伊做足侪代志，伊的书写是要为着这个台湾。诶，这个主题是，但是恁来想看嘛，作为一个要做一个自由的灵魂，你会带给我偌大？伊甲因爸吼，就是耶稣吼，恁两个人咧为着要追求台湾的自由，恁来想看嘛，以后是台湾辛苦，爸爸妈妈不管是都掠去互关，放出来搁互关。啊，后壁的囡仔呢，伊倒毋是干那一个囡仔，兄弟姊妹啊，伫咧遮看到兄弟姊妹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整天被抓去关，然后再……可是爸爸妈妈追求的是一个集体的自由灵魂，给我心受加来的痛苦。他们的第二代的小朋友，这么奔放的、这么自由的文学家的灵魂，但他们的第二代很辛苦，非常的辛苦。然后到了第三代，才慢慢的生活才回到正轨哈。所以，吴善老师其实在表现的是这个桂林当中哦，就是。做为这个灵魂的后一代的辛苦，但是迄个辛苦是要为着要追求的是咱整个社会，免我行出家己路。所以我逐摆，我迄天第一趴我就哭了。我嘛是听就。音乐会才开始我就哭了，然后我刚刚就是被做马上去骗妆，我自己念到我都快要哭了。所以吴胜老师真有艺术啦吼，伊是甲咱提醒来讲，咱平常时咧关怀弟弟白手人家。咧关怀白色恐怖受害者，咧关怀正义犯，拢是关怀迄个本人嘛。按你出来内人诶，按你囝诶，吼。哦，所以吴胜老师，因为吴胜老师看过杨健在做杨奎文学解说员做这边，所以一开始就写，哦，一开始咧写就开始写讲，啊，一篇600多字的和平宣言，换来12年的免遣犯，哇，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稿费。哦，你附送着你父亲自我调侃的语气，年轻观众爆出笑声，我却看到你的阴郁的眼神望向远方，一起开始安尼写。啊，所以看过杨建新嘴边咧说明明爸爸伟大文学哦，所以特别想讲咱有机会哦，所以伊嘛有写诗关怀真侪无同款的，像比如讲最近啊文学界开始咧做陈澄波的。即个传记、甲电视剧、甲电影吼，有一个电影已经开始咧准备叫长话，甲话藏起来，长话甲话藏起来，装话吼。啊，一个讲陈澄波的太太的故事，因为我真在可能看到相片，就是陈澄波伫礼拜天去用衬衫，啊，放伫一个茶坊面顶迄个相片，看了几十冬啊。一直到最近，大家发觉讲，原来迄个门房的后壁有一个人吐掉的。哦，迄个门房是彩礼家吼，啊，人家人家进去看啊，迄是陈澄波的太太，把迄个门房吐了后壁，所以迄个相片内底有陈澄波甲伊太太，啊，伊太太因为是吐掉，无看到面啦吼，啊，所以这是足感动的故事。啊，吴胜老师伊嘛有写诗献给陈澄波的太太，啊，所以我即卖在联络，小组看有机会甲这个诗嘛，所以吴胜老师写这个诗吼，我的音乐会是。啊，向杨贵致敬，但是第一条就是献给杨贵的囝，啊，第二条献给杨贵林太太，哦，啊，第三是啊，这是讲给杨贵，哦，所以嘛真卡哈啦，啊，谁啊放在第一条黄金条讲的吴志林哦，9月15伫桃园有演出，9月10伫高雄有演出，哈，你有演出，啊，你演出是当时暗时，哦，暗时啊，你我讲你三点你先唱，唱啊你先走。所以是因为要赶高铁，赶迄高铁量，所以不得不来排第一个，无其他的选择。但是你安尼规个看来，嘛正拄好，嘛正拄好哦。唔知啦，感觉讲哇，你这个节目编排好用心哦。叫伊也去赶高铁，也去赶高铁，伊赶3:40呢，3:10了，边仔车拢准备好，伫遐准备马上走你哦。所以有真侪，其实有真侪卡啦，包括你。行，那你们为什么要找杨奎？你们为什么不找赖德？
也在还有很多诗呢。哦，就是讲这种足侪卡，啊，就因为有朋友爱着去办迄个羊鬼的展览嘛，伊那用那大号完成的行程完了啦，对啊，买迄个奈何基金会当做羊鬼，有可怜啊，这样还讲啊。哦，对对对，羊鬼文教协会是自孔一几年年底才成立的。那头先我看到王信允唱迄个春耕吼，伊是为着要募款，募一寡钱去成立这个羊鬼文教协会，所以在自孔一几的时阵，伊就写迄个歌。啊，同款迄个时阵呢，那这个林茂辉又投一寡三十年前的影像吼，自孔一几年吼，我摕着。两群飞的学士，我即马一直咧想讲，到底是谁给我的？可能有一日做梦去梦醒的。哦，我觉得飞的学士对象吼，我摕你两群飞的学士有人有啊吼，你要我把专制答案上载到 YouTube。啊，魏阳看到魏阳，魏阳科普一下，下面是 VHS。哦 ，VHS 录音带。卡早录音带两种，一种是贝塔式的，一种是 VHS 大碟。你即马唔捌看过，唔捌看过 VHS 哦，录音带、录音带、VCD 可以补哦。啊，你迄物件爱专做答案，你只要我都上载到 YouTube 哦，啊，我就上载李孔一几年。迄个时阵，魏阳就是杨翠，杨翠就是杨奎的孙啊，杨健的早囝哦，杨奎、杨健、杨翠、魏阳。魏阳是伫 YouTube 看到演唱会，敲电话阿母讲：“阿母，你有听过这个歌无？”啊，所以魏阳迄阵伫清华大学咧读啊，爱怎伫遐办迄个杨奎《春光灿烂》走唱音乐会，哦，啊，了再慢慢促成这个杨奎文教协会。哦，了我甲杨翠老师问啊，讲啊，三十年前魏阳有来无？哦，1993魏阳无回。我咧唱歌也较早来走去，哦，啊，今年魏阳起来念诗，哦，啊嘛写这个新版的《愚公移山》，啊，我到即马为止吼，我就想讲，这真趣味呢，到底有啥物人无啊？迄个领导，哦，啊，到即马一直问头家、问客户，都无人知，上到尾啊，大家拢问我讲，都你讲你知念，无啥物人知，所以我想要拍一个纪录片，是讲到底是啥物人。拍迄个1993的这个音乐会的纪录片哦，啊，对，才开始真趣味嘛。因主角性的，也是唱片公司叫的，啊，唱片公司的头家也无伫的，艺术总监也无伫的，客户的人员，迄个何东宏老师伫东吴大学嘛，伊今仔正讲无人去啦，福大，伊正讲无人去，我提到怀疑，我看到鬼嘛，想哪人去？啊，我对检查迄个报告吼，拢总有五机过去的现场，因为迄个主持人。李炳勇老师吼讲，啊，那请杨建桥桥来拍我，哎，摄影机的包括也不要去，一、二、三，佮包括边个一支，佮包括一支拢总五支两两支，所以是五个歌迷，还是三个歌迷，还是两个歌迷，自发性然后这个活动就走来去，因为每个唱片公司无人知，啊，所以找这个物件真趣味的，我找到这个。迄时代有种热情啦，对无？较早阿扁第一个选的时候，大家拢安两肋插刀，对无？哦，对无？免钱嘛是去唱。即马这个时代吼，迄种对文学、对社会运动、对正义、对公平、对土地的无去啊！哦，我嘛真佩服你，若办有机会听到这个所谓新愚公移山，原来这歌词实在叫做真的。我等下有机会嘛，念不到去听。新愚公移山加迄、那个。都还修理恁诶第二章诶，对了，刚刚来对了，甲陈东嘛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。你即摆是咧唱歌晓？我本来要玩个游戏啦，迄个李老师你来遮徛一下。你玩啥物游戏？你是要讲一下？因为我是其实是想要甲大家讲，朱老师足无私诶吼，因为伊啊，不然先玩游戏。先玩游戏。先玩游戏，我甲。和妈妈出嫁，啊，甲上辈有真有够有口碑嘛。啊，我妈妈出嫁头一段口碑是这样，真简单嘛。你叫我念这段。我唱啊，你来念。哦，我先唱我妈妈出嫁。阮家有一只老妈妈，自细汉就甲阮做伴，伊嘴尖尖的，甲咱大大，行行一半路影，啊行半路，半路啊行，奇怪。
奇怪，干阿生拢袂生囝，我开始来。我甲你，你无过，我甲过，水无红，不花不花不哈哈，花花花花。1993是迄个黄静雅表妹啦，哎，啊，今年是林良哲原作者，好，一个怎么样？无，我无要问，我是讲，他拄啊，朱老师拢是咧讲，伊做《妈妈出嫁》啊，这个专辑，但是我想要开始，我时间甲大家介绍朱老师这个人，伊头摆有讲到伊家己是几多？跳过，跳过。今天人我讲一个，吼啊，我头摆嘛有讲到伊是2002年的金曲歌王嘛，迄个选台语诶最佳男。伊个选叫做方言，对吧？对。男歌手，伊个选无叫做台语，伊个叫方言，啊，伊个选就是无客气，嘛无原住民语。的全部拢叫做方言，啊，有迄种嘛，无人做客语真少啦，嘛无人做原住民语，所以才叫方言男歌手。对，但是，对，你安尼查，我就会袂记哩，我要安怎甲你。老师，迄个是2000年得到迄个最佳方言男歌手奖，但是头前我头老讲过，伊拢会走街头，走街头，伊想要囡仔会做儿妈妈出嫁，走街头，伊拢会创啥？唱红粉的故乡。哦，唱迄个乌鸦花、望春风，咱去唱台湾的歌谣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咱的台湾歌谣其实嘛，拢有一个逼近的状况，逼近的感觉啦，吼。啊，但是伫迄、那个足侪人拢住入外街头的时阵，迄度有一个共鸣。啊，这个物件变作伊的创作的灵魂。啊，其实伊写足侪只的新的街头歌。里里口口。对，里里口口的嘛，其实拢足好听啦。来，当去听伊静静的创作，吼。啊，佮包括这個、伊家。迄、那个，他拄仔咱讲迄个无花果吼、喔，来变作歌啊。但是我要搁讲的就是，朱老师啊，他拄仔阮来的时阵，我搁伫看迄个《妈妈出嫁》内底。朱老师，我发现讲内底是林良哲的诗，啊，林夕碧的诗，吼、喔，也是讲这个李坤城的诗。其实朱老师无写词呢，但是伊我他都袂晓啊。不是，我他拄仔咧讲的，就是讲，其实我感觉伊就无输的，伊要考足侪人。来做花写，啊，然后伊家谱曲，啊，佮甲遮个物件传唱互大家听。我不会讲笑，哈哈哈！无，我也袂记我要安怎讲，嘿，对，因为啊，迄、那个伊家遮个物件，传互人了吼。啊，伊迄个时嘛，我头头讲过，伊要做偌好，要做上好，虽然拢无法度做。到金曲歌王，伊2000年得到金曲歌王，其实迄已经主流的，一定是足主流的，伊会当赚足侪钱。啊，伊会当都免管台湾文化，都免管台湾的运作，对啊，伊会使往迄个方向，伊会当变作今仔的500，伊会当变作，但是伊无安尼的选择吼。我这无无贬义啦，对，就是伊会当变作今仔的五月天还很多的啦，迄个时阵真出名啦，伊会当变作咱台湾足重要的 superstar。你即马嘛是啦，但是伊无选择走向主流，伊迄个选择从哪里？哦，今天上的是一个选择哲学课，有关选择这个事情。那你好，我不用再讲这个。对，啊，伊迄个时阵两千年，其实伊做做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伊甲迄台湾人权促进会做一张音乐专辑，叫做《美丽之岛，人之岛》。啊，其实迄个专辑袂做出来，伊招班奈吼，伊招王静雅，伊招陈春姐，大家来做台湾的人权的歌曲。啊，老师家己伫遐写一条歌叫做《天公伯》啊，伊替劳工发声，吼啊，伊甲台湾，而且迄个人权专辑是包括外劳吼，包括女性，包括受家暴的人，而且的人，伊我想做者朱老师的 idea， 伊拢无感动到好家己。啊，就踮迄个，伊头仔讲伊袂晓写词，其实写足侪词，你来听迄、那个，而且伊个词是足特别的哦吼。就是我其实是上课的时阵，伫阮的大学台语课程，我每年一定会上朱老师的音乐，啊，我有伊一个 title， 我可能无甲你讲吼，叫做上贱贱的个笑，已经这样子就个笑哎，但是。这样才会得到优良教学奖。对，也小 OK 啦，你要先科普一下，是给小给大家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的选手，不知道是不是。我、哦、这个字很难写，做给的给啦吼，做给的给，华语怎么讲？念小佛啦，我唔知。
伊就是足孽的囡仔，但是迄足孽足叛逆，咱人当中是叛逆。足孽就是很可爱的意思。好可爱，对，但是伊是足正经的，伊正经用伊的月宵、果水吼的方式，伊去写来放庙嘛。还是叫我去接老板的。来放月，他会搞错嘛，对不对？老早，老早阿弟来钓放钓，房间的爽快嘛是惨叫，隔壁的小姐有看到，哎，我们电销是做淡薄少吧，赶紧等一下，赶紧等一下，乌里看袂到，隔壁的小姐，奈钓这个最佳教师优良奖。原来是刚刚小姐来赢你笑。嘿，这个歌是老师迄个台湾歌谣的咏春，伊会感觉讲台语就是一个正常的语言，伊毋是一定爱伫遐咧假掰，伊就是生活的语言。咱不管安怎，拢会当来变做歌，这是一条。台独阿公人权的音乐来变做一条，来天公伯啊！天公伯啊！好赞哦，很难得可以有人听公伯啊！你敢有在看？天公伯啊，你到底是走去哪？做个表演出来。这条跟他连贯，这条我甲大家讲吼，我最近在写，迄个Bob Dylan不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，对不？这摇滚。古早的代志。对，但是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咱的台湾有足侪摇滚乐手。啊，有足侪作词的，迄、那个作曲家，作曲家，因的音感拢足好的，所以即届我委受迄个台南文化局委托吼，写台南文学史，我爱负责台语文学史，伊是我就甲朱老师发写的。诶，足久的代志啊呢。我最今年要出版呢。伊访问我是五年前的代志啊。对啊，今年要出版，我两个月时间要出版。你看。其实我拢一直感觉讲，优良教师奖办得太久了。朱老师，我希望各位少年的朋友，恁会使去甲朱老师古早的音乐找倒来听，即马 Spotify 又肯听无？有啦，有啦。嘿，来放牛，来放花波呀。放花波呀。YouTube 嘛看得到，都有放花波呀是那时候大家抓在唱悲情的歌的时阵，黄昏的高阳乌鸦飞满春风，大家拢在悲情的时阵，朱老师要叫大家卖悲情啊，所以伊就我讲了啦，这一条放花波呀，放花波呀是啥物？满春风，花乌鸦飞，波破梦，吼，都很悲情。啊，搁啥？我抓手，对。就是拢安尼少安尼暗淡的过的感觉对吧吼？但是来万花保呀，像咱了人惊向希望。恁有人教师拢安尼？严哥。啊，不是我迄、那个，这有故事的哦。就是咱普通时啊唱拢唱迄，万分吼，保呀无看想定的，大家拢听过嘛？有呀花，阮阿母细汉就唱。有啊花，无啊花，啊是要安怎哩？只买花吼，你是要怎只无买花？啊有啊买花，无啊买花。啊，迄个波波王，伊伊着望目箍红吼，对无吼？袂烧酒在上山路，迄阵吼，阮大学时代着招一挂教会青年，啊，佮一挂大概是教会青年去教。周慧英、罗秀英，迄种古早即个，阮罗秀英用唱天歌吼，去徛来唱歌啦。爱什么？因拢叫阮爱唱只悲歌，就是台湾几十年来有足侪悲歌拢足红的吼。啊，即马来唱歌得意洋洋，又唱，我唱台湾拍话，哦，只高音啊，正好来鼓励。有一日唱了落来，佫感觉得意洋洋哦。后壁迄个演讲的是阮。义工教会第二任牧师柯天贤牧师，柯天贤牧师今嘛买去听歌啊吼！啊，我今嘛是义工教会，义工教会伫迄个大安公园边啊吼行下来，迄是林义雄律师的厝，因迄个所在四十几年前发生凶杀案嘛。啊，林义雄律师的妈妈甲两个双亲查某囝伫遐遭受无害嘛吼，杀害，啊，迄所在变凶宅嘛。啊，但了就是，无人敢话去，了就是林。教会的这个长辈，给无看，给买落来，建立一个教会。我即阵伫这个教会啦吼。
啊，义工教会第一任牧师柯天贤牧师较早就有嘛去有关过啦，因为着做事情吼。柯天牧师阮伫遐唱望春风播放几下个些诗歌，柯天牧师接续去哩演讲，伊第一句就讲：是安怎台湾拢咧唱悲歌咧？咱台湾够遐悲哀吼？后摆咱毋茫搁唱悲歌吼，咧歌破人吼，啊原来树甲烧咧土底，卖搁唱。咱后摆唱毋茫有快乐的歌，所以不要叫我快乐希望成水变出来，而且叫我袂讲，就是古天牧师讲，咱毋通一日到晚唱悲歌啦。啊，伊想我伫下骹，我阁感觉得意洋洋听古天牧师安尼讲，我赞一下，对啊。啊，咱开始讲咧唱悲歌。但是咱其实对老歌有真侪养分嘛，咱学习嘛，所以我才挑工甲黄春风、波波王、乌鸦飞、外鸦求这个歌，做成较古锥、俏皮、可爱的这个妞，敢那妞妞舞了。黄春风，我老春风，黄春风，你嘛要黄春风，黄春风，爱黄春风，黄春风。爸爸爸爸爸爸，放春风，你阿在放春风，放春风，我阿在放春风，放春风，放春风，放春风。啊，无奈波破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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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看卖波破浪，啊，你唱嘛唱嘛，月亮光光，啊，你用迄个快节奏的这个歌，突突哒哒，突突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所以这是一种。对过去的这个悲情吼，希望讲会当甲转换做无同款的方式，但是咱其实嘛是学习真侪古早老先辈的一挂养分啦，所以这是一个实验性的做法啦，所以调羹搞坏，给烧就对啦，你调羹安尼乱就对啦。烧拍拖啊，姐好。诶，我等下搁点一条歌哦，但是我想要，因为等下要互大家 Q&A 吼，我想要拜托大家去 Spotify。吹一下，也是讲去旧书摊吹一下。伊诶，伊你看安尼足足个小，其实足正经，伊都有出摇滚主耶稣呢。伊个，伊个伊个伊个文吼，甲咱一路人咧讲自我认同、追寻，即个选择诶哲学难题，对不对？咱来问啊，你为什么要做杨奎？我即马标准答案就是不是，这是杨奎来找我。哎呦，你忘掉。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标准答案是把他来公布，不是在是耶稣看完可怜，赶紧进来哦。我们常说要跟主耶稣，耶稣命令的，不做就有祸了。下面先给来背啊，所以你爱者，你为什么要读台湾文学？不读的话，人出埃及，哎，就有祸了。所以其实啊，咱读拄啊讲啊侪，等下老师你家己想一下，等下想要再唱几条歌哦，还是你家己读、家己写的哦。我来就是故在恁两边啦，无无选择管。我做一个结语，就是讲，除了请大家去甲老师进行的音乐吹出来，包括伊得金曲奖的作品，啊，搁后来的啊，我是神经病，等下就是这条。这条我就爱的。对，我是神经病，吼，内底有系列嘛，对不？吼，看你要选诶，对一条，你家己想一个哦。我是神经病，先几条的哦。咱今仔去上到这吼。对，我是神经病，吼，其实迄种就社会意识，但是咱台湾一直咧辩证即个代志，就是台湾文，咱甲台湾文学变作歌，也是台湾文学甲咱变作歌。其实为朱老师的欣赏，咱会当看到，其实不只是文学尔，台湾的民谣、台湾的故事、台湾的历史，其实是甲台湾甲咱变作歌，台湾甲咱变作属于台湾人的艺术，台湾甲咱变作咱今今仔是安尼，会当把咱的自信放上给大家的这个物件，所以讲主要说真正就是一个喜欢呐，嘛希望大家以后会当受到足侪台湾的故事的感召，然后像朱老师安尼，把这个变作音乐，变作艺术，变作图画，然后出个比赛，安尼很好。好，好，安尼，恭喜大家啦！好，祝愿你。神经病吹啊！哎，就破声甲吹。耶！厉害！其他吼，你李青老师在讲。等下看后生要讲的，我去农村卡吃了两杯，那是1993杨奎和妈妈出价，这早就无啦。这很珍贵呢。1993。哇，这你提得出来是呗？就是你等下问问题啊，哦，还是
是你发表什么歌曲？哦，还是你们来唱《我的神经病》？我的神经病，这不要唱。对啊，听老师唱一下。哎，我来做伴唱。好想哦。啊，无恁无聊安。我的这个主持人也对。不然谁要举手？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来啊，来，进来呀。啊，你既然拿了，就不好意思不讲话，对不对？你等下讲一个，讲一个那个吼。我的名字。来来来，欢迎欢迎，来。好，来发表一下，麦克风。来来，先讲先讲，面对面对面对，面对面对。在讲OK， 你干嘛？李美欣老师安装？你怎么就闭嘴？啊，这素颜。我来问一个啦，就是讲今麦大学生。啊，你问伊，你问伊。嘿，今麦大学生的领袖是我，我嘛代替伊来问这个问题。我主持人的款吼，就是迄个时阵，朱老师，你1993年，你是一个大学生研究生，对不？啊，是安怎？你迄个时阵是，你头壳是去讲着着，是安怎？你歪就是台大高材生学霸嘛，啊，你着去去西米路去找头路，啊，好好读册，做老师的乖囝，安尼去认真趁钱着好。你是头壳去讲着要做这个专辑啊，是讲要做这个音乐，是到底要想啥？是啥物款的这个原因，互你去做这个代志？好，这位这个手头提一个乌鸦鸡的动作吼，你今嘛，你对你人生未来规划是啥物话？讲我大概听一下来。哦，我是一个体育生，我是打排球的。因为大家拢感觉来读书在哪会当做老师。哦。但是。但是。你无安尼认为？我认为体育生会当做。就这工课，因为体育生的头壳跟一般的，跟一般较无同。嘿啦，跟一般较无同。较好。较思想较无同。哦。因为我是运动生的思考伫球场顶悬的想法，佮反应拢无同。所以我希望会当出来做可能创业，嘛是会当有足侪款的想法。看，可能不是运动性的人做合作，会足侪，足侪好的机，足好的机会。嗯，好好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对，朱老师，你当先回答我多一个问题。你有问代志哦。系啊。我你是安怎同我讲的？那今仔回头到尾拢在讲一个人生的选择啊，对不？刚刚我哎，你为什么说杨奎？你怎么不说杨奎找我？你为什么信耶稣？你怎么不说耶稣找我？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请谁别的去探讨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你怎么不说是那个事来找我？那我祷告让他攻击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回答不了，我没注意听。好，谁要？哦，是哦。来来，你来。啊，你要问一个问题啊，我就发表一下。咱时间嘛要到，会使上两钟拄啊回来啊，请发表一下。你先讲啊，讲了若好，我才互你来。我伫九月时阵，伫迄落老师有去迄落倒牌，
上班。我硕士是。我是伫遐做 part-time， 啊，我迄时阵。哦，你打工嘛，啊，拢在做嘛。啊，我之前嘛有上过老师的毕竟老师的课，啊，就拄好知影这个活动。啊，迄时阵我就听现场唱歌，啊，足感动的。啊，我就去过一场。你有在？我去买。你去买？但是我也没在买啊。就是二手的。哦，是。这吼，有一届有一挂无聊的歌迷，伊截图给我看，这卖到两三千块，伊就走来绝版嘛。所以已经有啊，安尼这种你能摕去卖500块。好。好，阿明公掉。哦，感谢感谢。我是想要知影为虾米，就是今年是三十周年，啊，为虾米想要就是搞办一个演唱会？是虾米？这个庄家也知道。是安那，今年咱要办音乐会，是安那。你是静雅姐噶？啊，对，答对了。你知影嘛？你知影嘛？伊个医院同时讲个，伊个愿望，人生个愿望。黄静雅就是，反正咱头我看一边足大个啦。啊，黄静雅嘛，伫五年，今年哦、喔，今年四月有用迄个春天伫倒位，诶，迄个音乐剧啊，庄老师有去讲伊呾册有无吼？黄静雅就是我代去去下迄同学啦。啊，到即两冬个因为口味断掉个吼。你先坐，断掉嘞，啊，所以才有机会做春天里各位音乐剧啦吼。啊，当咧准备音乐剧，可能之前伊就想着啦，伊可能想着讲，2023是迄个杨贵即个姑妈妈出嫁30周年哦，我无咱来办一个，你就凊彩讲一个尔。我就讲安尼哦，但是你要办这嘛真麻烦嘞，迄部嘞吼，99%拢咧补 paper 啦，就是迄补认证的工课。可能啊，肯嘛无时间咧做音乐吼。啊，咱你若真正要做，咱就招杨翠老师来开会讨论看卖吼。啊，你得爱真侪认真工课爱处理的吼，叫黄道宝走去干阿代，拢我来处理吼。所以就是黄静雅的胸中林嘉宾一句话，因为迄个黄静雅，因为1993伊落即个。因为这个音乐会了吼，伊就出国啊，伊就去加拿大移民啊吼，啊所以啊30年来纪念活动，伊拢无参与着啦。啊，伊感觉讲到30年吼，啊无来用这个活动，啊无伊目睭袂起安尼对个，大概这个意思。咱就为着要关心伊这个一世人的心愿吼，所以就哦，两肋插刀在一边啊讲，两个边啊骨差两厘米哦，差两厘米。对，反正无啦，我是安尼啦。停伊到底无停伊到底，迄无重要。啊，你若要做就来做，对无？啊，较早唱片公司都反正无要紧嘛。啊，有人想要做文学音乐会，就来做。无咧想诶啦，我爱讲，咱今仔日人生铁卡吼咧生活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世间无选择即个代志啊。你为什么不要亏？诶、欸，无咧想梦想。Are you talking to me? 你为什么要读大西科学？啊，都课丢啊！你为什么要做30周年？啊，都王静雅讲的啊。人生哦，无什么选择的代志，来就做，有求就答。哦，啊，工课就做，啊，你做，佮有学习嘛，有成长，有通大家互相哦，有欢喜、快乐、喜怒哀乐，讲这种干嘛？我的人生就是安尼啊，对不？你请老师那边用想讲，李老师我本日来用一个啥，我就好好。啊，无带就是无时间，我咧想过来我也无时间咧活动，啊，有拢买单，对不？我迄日去基金当下开会，人就讲着李美清啊，问我讲李美清会不会唱歌，我说会哦，蛮会唱歌，那可不可以叫他来帮忙唱？我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因即马要做音乐，要叫你斗唱。因为伊规阵拢袂晓唱歌，是嘛？你爱做迄个 vocal coach， 哎，你记得该去唱。所以啊，
人生无迄个啥物选择要做毋做，甚至人生我怎啊读体育个，我怎啊读啥物，我开始规划我的人生。你规个规划，你规划规划对吧？新年新希望啊，今年又重新新的开始，我计划今年要干嘛？你过是当来看都嘛功夫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人生吼毋免计划，人生就是活，活个就对啦。你活你的人生就对啊，就一直行落来就对啊。也是时间就要到嘞，吼、哦，真好。咱起码是不是有先上台？今天还有三分钟。对，好好咱嘞，朱老师跟李琴老师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嗯，咱是不是伫咧咱小台？结语。结语。以后祷告。哎，今日真欢喜吼，因为朱老师吼，就亲像对我李琴老师所讲的吼，伊其实有少侪感受的，一寡。想法吼，甲一寡价值观伫伊心内底，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，甲咱的即个台湾的社会内中，特别是少年的咱的少年世代的感情里吼，拢要甲咱讲的是，因咧爱用无同款的态度，笑开内底嘛有正经吼，安尼讲即个咱讲的笑内底嘛有互相的即个关怀伫个内底吼，啊，我感觉找出家己的过程当中，有当时有做做痛苦，但是伊是甲咱讲变怎笑笑来去面对。但是不是哦，老师在讲什么都不要听，在讲什么都不要听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真的哦，这就是那种在学生时代都没在好好里面的人，可能就是才能知道说街头才是智慧这样子。老师讲话有的时候就很嘴炮，对吗？对，所以听听就好这样子。真正的课堂其实是在校园外。好，安尼今日真欢喜吼，来，今日还收好啊，先生。收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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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，感谢。那第一场的这个就是妈妈很喜的这个纪念活动，第一场的这个校园巡讲哦，底下在台师大干嘛就影片了，然后今天真的非常顺利，很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那个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报道吼，会在那个是的，来拍照拍照。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大家往中间坐，好不好？小蛋蛋啊，小蛋蛋啊，小蛋蛋，小蛋蛋哦，蛋姐，蛋姐，来，蛋姐，蛋姐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你这么厉害了。但是我也看不到呢，有没有？两边想办法集中一下。那今晚到我们正式的那个，正式的请大家往后面集中，然后我们好像可以住在这边这样。哎，你们领导这个等一下来吧，嘿。有啦有啦，大家拢有啦，大致上。万一没有看到你就算了。啊好啊好啊好啊！对啊，好啊好啊。都有吗？都有吗？应该都有。我们要往中间，应该都有。我加，中间靠拢吼，因为我们这间的那个太宽了吼，所以稍等一下。我们请大家。